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节，阿哈谢的老母阿塔琳啊，看见伊的囝已经死，就起来召别王亲，总是约兰王的查某囝阿哈谢的姊妹约示巴，将阿哈谢的囝约阿斯对爱受胎的王子中偷抱出来，将伊甲伊的灵母拢藏伫捆绑内面。闪避阿塔琳啊，免得受胎死。约阿斯甲伊的灵母藏伫亚花的殿内，历过六年。阿塔琳啊，夺取国位。四节，第七年，亚何亚大找人叫加利人甲护卫兵的将百夫长来，带因入亚花的殿，甲因入约，互因伫亚花的殿内就坐，佮将王的囝互因看。吩咐因讲，恁就安尼行，今仔安休日入来的三分之一，就固守王宫；三分之一，就伫所里的门；三分之一，就伫护卫兵后面的门。安尼固守王宫，阻止人出入。七节，恁安休日所有出去的三分之二，就伫耶和华的殿内保护王，各人手拿兵器，视为保护王。今仔人入恁的班列的，得治死伊；王出入的时，恁得军队伊。九节，将百夫长就照祭司亚何亚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大家人带所管安休日入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亚何亚大，祭司就将亚花殿内所藏大卫王的枪甲盾牌交予百夫长。十一节。护卫兵手中拿兵器，伫弹甲电下，对电的正兵到电的倒兵，徛伫王主的四围。这时带王主出来，甲伊伫冠冕，将律法一切交予伊，用油抹伊做王。众人就拍手掌讲：“万王万岁！”十三节，阿塔利亚听见护卫兵甲百姓的声音，就到百姓遐。入亚花的殿，看见王照例徛伫条边，百夫长甲分号头的人徛伫王的左右，国内的众百姓欢乐分号头。阿塔利亚就拆里衫，话叫讲：“反叛啦，反叛啦！”十五节，这是亚何亚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讲：“将伊赶出班外，今仔对伊的，得用刀刣死。”因为祭司讲，唔通伫亚花的殿内抬伊，将兵就闪开，予伊去。伊对上到王宫下马路去，就伫遐受抬。十七节，亚夫亚大予王甲百姓甲亚花入约，做亚花的百姓，佮予王甲百姓入约。对安尼，国内的百姓拢到巴力的庙、拆毁庙、拍碎遐弹甲箱。搁伫大前将巴力的祭司马坦刣死，祭司亚何亚大派官员固守亚花的殿。十九节，搁带百夫长、甲加利人、甲护卫兵以及国内的众百姓，请王对亚花的殿入来，对护卫兵的门路入王宫，伊就坐王位。国内的百姓拢欢喜，通城拢安静。众人已经将阿塔利亚伫王宫遐用刀刣死，约阿斯即位的时正七岁。